係生日。係，多謝。女仔邀請食飯，多謝曬老細。去邊度食？我哋去朗平。去朗平咯。好。如果行路就要1.1公里，15分鐘。壽司之神。壽司之神。拜拜。肉先就比較新鮮嘅，有啲柚子皮檸檬汁咧，食落都會清新啲嘅。之後就食墨魚刺身，配咗係啦，墨魚刺身，我嗰啲魷魚咁黏實嘅，配咗少明太子，係啊，辣辣地咧都會同佢幾夾。啊，落咗味可以就咁食噶啦。之後就食亞麻糍，呢個人金魚，係啦，配咗個柚子胡椒，辣辣地有個柚子香味嘅，食咩？呢個蛤蟆糍，呢個是蝦糍。啊！小蝦子、深海池魚，最尾。呢個深海池魚。深海池魚。喂，打一啖啦，要你打一啖啊！好味道，好香。清爽。浸食有啲柚子皮、柚子汁咧，食落會香啲、清新啲。啊！魷魚味咧，又有少少油香味嘅。呢個就最平均啦。即食落咧，魚味濃啲嘅。醃完之後咧，魚味會濃啲同埋滑身啲。上面咧配咗 mustard 咧，都會同佢好夾嘅。有次唔食 mustard 咧，就試下呢個生椒粉，都會。Okay.
滑，好滑啊！正，好味道。鯉魚。湯籠的夏姑娘，蛇腹的湯籠，吃到最油的這個。我想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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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